好，刚才试过字音理论是作为一个知识点，让大家把这个体系更完善、明白一下，啊，你考管理可能更好一点。我们这呢，几乎用不上我们实务，啊，但作为你的日常的安全管理是有帮助的，啊，或者成为一个专家，对吧？好，加上这个点，啊，这是一个统计分析是一个常考点，啊，常考点。好，伤亡事故的分类啊，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分级的问题嘛，对吧？啊，分类也讲了20类嘛，所以呢，分类第一个角度是20类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还可以从伤害程度分，注意啊，这个伤害的描述，待会儿统计还要用这个字眼。伤害有轻伤、重伤和死亡，所以对应的事故就有轻伤事故、重伤事故和死亡事故，啊，这就没问题了。哎，看起来轻伤、重伤，什么叫轻伤、重伤？哎呦，我受伤了，好疼，重伤，不对，这样是不合适的，这就叫定性描述，对吧？我们轻伤、重伤也是个定量描述，怎么定量的？注意看这个字眼，这个就值得记一下了。你受伤之后损失的工作日达到了105天，就算是重伤；没达到呢，就算是轻伤。注意哈。达到了就算重伤，这一点希望你明白啊，明白。现在就是死亡，死亡我们这里面有个描述，死亡是损失工作日定为6000天，如果各部分损超过六千，也按6000天算，这永久失能损失这个我们搁在一边先不管。哎，死亡为什么还要写个6000天？死不就死了吗？难道你就死6000天？不是永久死吗？为什么会有6000天的来源？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来源。来源呀，就来源在我们这个里面，统计分析。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哈，我们是安全员，年底要做统计啊。好，结果统计呢，我们单位公司出现了2起事故，然后死了一个，重伤2个，这是一种描述。还有呢，我们用一个参数来表示，损失工作日来表示。今年我们单位损失工作日是150天，死一个，描述好怪呀，啊，你看，我们刚才不讲死一个，假如一个死一个重伤哈，这是一种描述方式。现在我们用一个语言来描述，从损失工作日来描述，这重伤，假如花了200天哈，刚才讲150，现在变成200天啊，都没关系的，一样的哈。好，我们总不能讲，哎呀，我们今年死一个，损失工作日200天，这样讲还是很啰嗦呀。我能不能全部用天来表征呢？这样就痛快了。假如我讲，今年我们损失工作日6200天，你就明白了哦，死了一个，还有一就是伤的，伤可能是重伤，也可能轻伤。假如两个轻伤也可以达到200天呢，反正就是伤的呗。这就讲死的或者失能损失呗。全，对吧？你就能看懂了。然后我讲，哎呀，12600天，我们今年的损失工作日，你就明白了。12000天，看来是死两个；600天呢，可能里面有轻伤，有重伤。这样一讲，是不是简约？你不能死一个再加损失200天，描述怪怪的。好，这就是为了统计，描述方便，更科学。更简单，引入进来的。讲到这个，为什么是6000天？只要定好规矩就好了。你既然这样问，我也问你一句：为什么这么多？这大概的哈，为什么这么多叫1米？为什么你长1米6或者1米7或者1米8？哎，你测量的就是假如1米8，为什么你叫1米8？为什么不叫3米8呢？按我们以前的叫，我们尺寸叫，可能你还更高，对吧？这就是现在全世界都统一这么多。假如叫1米，全世界统一度量衡，大家交流就方便，免得换来换去，就像语言一样。我们中国统一语言，哎，用普通话，大家交流就方便，免得你这一个语言，我那个语言交流不方便，就没办法形成统一的东西了，效率太低，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对我们以前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一样。这样的话效率更高，
大家好用、好分析啊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来的，所以这你就明白了哈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思过分级我就不再解释了，再解释你不烦我都烦了，一般就它中大特大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统计分析就要有个计算了啊，有个计算。好，这个统计从哪几个角度呢？啊，经济损失，第一个是伤亡者的费用，然后物资损失，哦，人方面损失，物的方面损失，生产成果方面的减少，因为劳动时间的丧失而引起的劳动价值的损失，其他，简单来讲就各个方面呗，啊，这个了解一下就好了，不会考的，让你看看，通过这个规范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必须要记住的哈，必须记住的，常年考前面不是有一道题就用了它吗？直接经济损失，什么是直接经济损失？因造成人的伤亡及善后处理支出的相应的费用和财产的损坏价值，包括这几个方面，三个方面，人身伤亡之后的费用、善后处理的费用、财产损失，我们看一看，先不要记哈，我先给你阐述，再教你怎么去记。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抚恤费、补助救济费、卸工工资、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、现场清理费，然后抢救费、事故罚款费用，然后固定资产损失费、流动资产损失费，这么多要我记一下好费事啊，对吧？其实大部分都好理解，直接损失嘛，不就发生事故那个点产生的一些损失嘛，就假如受伤人员看病使得要丧葬，对不对？清理现场相关的要有费用，这不都是很好了解的吗？你出现事故东西都损失掉了，这费用不好理解吗？叫直接的。有这几个有点不太好理解，我给你标出来了，就是抚恤费，丧葬死了要相应的事故要处理，对吧？不要说那么不太好听了，对吧？啊，要处理，这个费用是直接的吗？哦，抚恤也是直接的，因为人死了这个点上，对吧？所以像间接的其实是直接的那一道，还有歇工工资，哎，你人受伤了看病直接的好理解，你歇工这个工资也算发的工资，注意哈，看见像间接的转了一下嘛，啊，它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，提醒你。好，事故罚款赔偿费用也是，清理现场像直接，我好理解，哦，这事后的这种罚款也是直接的，所以这三个点你一定要给我注意，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啊，强调你一遍，其他的你看两眼应该就明白了，不要专门去记，因为这考主要考什么，考选择题，不会考问答题，哎呀直接有什么问答，不会的，只考选择题，即使讲问有什么，它也 ABCDE 白的啊。好，间接费用统计，间接费用是因为这个导致了资源破坏、产值减少的相关的一些损失，有停产减产损失、工作损失、资源损失、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、补充新员工的培训费用、其他费用，主要这三个就要记了，考试记得这三个其实就够了啊。所以一步一步来，我再递进教你怎么去记，刚才不是教你注意的那三个吗？抚恤费、罚款、歇工工资是直接的，对吧？这样这个专门记住哈，停产减产损失间接的，环境污染费用间接的，新员工培训费用是间接的，考试只会考这三个，其他的你不记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两个如果你还是这样记，这里面看一看，三个记得很牢，这三个记得也很牢，就会出现一种情况，记着记着你脑子里面那六个就分不清了，哎呀，新员工的培训费、歇工工资，到底谁算直接谁算间接，晕了。所以考学习这样又提怎么学，对吧？刚才虽然叫你强调了一下那三个，给我注意记一下。好，学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就用新的学习方法，叫差异法，你就逮住这个记，刚才这个已经刻了一下，下次那个就不用管了，就刻间接费用。为什么？因为间接的少，就这三个呀，那三个一般都不考，从来不用，
你就给我记得停产、减产、环境污染，然后新员工培训费，这三个是间接的，除此之外全是直接的就好了。为什么那要提你一下呢？万一你看着看着，哎呀，我还是不放心老师教我的，我把它写成间接的，因为觉得罚款项目，啊，你看到哦，放心，我有点印象，是直接的就好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间接的，直接有点概念特别的东西。好，一考试答案一出来你就知道，哎，对上去了。注意哈，只记这几个，刚才那个呢，稍微刻一刻就好了。这就是怎么学，否则都记了这个记那个，一样的强度，考试你肯定会混。好，这就行了，这是一个必考点。好，这是一个常考点啊，常考点。统计，我们看看它怎么做出来的。千人死亡率，千人死亡是死亡人数除以从业人数乘一千，怎么回事啊？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就学会了。从这剖开。你把它分解一下哦，死亡率是死亡占的情况。好，所以呢，讲死亡率嘛，死亡人数除以你单位是人，除以总人数，就这个意思。总人数摊到一千人的情况乘以一千，啊，这就是千人死亡率，啊，不就是死亡人数除以从业人数，不就总人数这意思吗？好，这个一明白呢，后面就会了，千人重伤率我就会了呀。从这剖开，哦，是重伤的情况，把这个划掉哈。这是不是重伤的情况？你就不用看了，除以单位是人，总人，对吧？摊到一千个人，重伤多少个，不就有了吗？好，接下来后面也就会了。看这个，先看这个，百万吨死亡率。百万吨死亡率是不是还是死亡的人数？放这写哈，死亡人数除以，对啊，这单位变了，是吨，对吧？就不是人了。吨的话不是总吨数，就不就产量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除以产量，摊到一百万吨产量的情况是六次方，是不是就出来？你看，死亡人数实际产量乘以是六次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明白了。接下来这个也一样。百万人火灾死亡率，哎，从这剖开，哦，是火灾导致的死亡人数，除以，哎，单位是人，除以总人数，因为这是大范围的，所以是还是反正意思一样是总人数，摊到一百万人死多少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就剩这一个了，专门讲，一样的，死亡率还是死亡人数，单位变了，变成什么？工时是不是总工时？其实是一样的，除以总工时，摊到一百万的工时是多少？一样的，只是接下来要记个东西，就是总工时怎么来。我们看那么多案例，从来没见过总工时，只是讲过这个单位多少个人，所以它是从人数来，所以是总人数。你一天不是工作八小时吗？你一年不是工作365天，你还有周末，你不是天天忙啊？360天减掉周末，减掉法定假日，马上就中秋节、国庆节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法定假日了，还再减，减完之后就剩下250了，所以这数字那么整，对不对？好，谈到100万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一定要记哈，如果你这个都记不住，别说我说话难听，对吧？我们就成了250了，对吧？只有250才记不住这个250啊。好，希望这样通俗的描述一下，你是真记住了哈，真记住了。好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而且250乘上8是那么巧变成2000，千就约掉一个6，约掉一个3嘛，对不对？就是2嘛，啊，记起来就很好记了。好，这个统计指标你就要明白。好，打个比方，其实还有一种新情况了，在真正的这个工作中，假如我们单位绩效非常好，我们常年都没有重伤也没有死亡，但是时不时会发生轻伤，我又想统计分析分析，讲讲这个量化描述，给到领导一个概念，不能每年都哎呀一次轻伤伤了一个，量化程度还不够，我们就可以来这样的呀，按这个思路能不能来个千人
跟兄弟单位来比较，兄弟单位也是效果也很好，两个轻伤，三个轻伤，你是300人，三个轻伤，他是400人，四个轻伤，你还知道能比较？假如他450人，三个轻伤，你280人，两个轻伤，到底谁厉害？搞不好算，怎么办？我们来个统一的描述，我们这个行业就好了呀，或者我们这个集团公司或者兄弟单位，来一个千人轻伤率不行吗？对不对？千人轻伤率等于什么？方法是一样的，轻伤的人数除以总人数乘以1000，不就通过这个思路来的吗？我一定要用死亡的，我没死亡，我怎么就用这个统计？年年是零，这样才有比较价值啊！每年我来进行相应的比较，这样数据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前面提过的，国家也讲究创新，我们安全工作也要有新的发展。即使这个呢，也是我们常年实践中产生的知识，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知识，这不就属于这个思路吗？你就可以来个千人轻伤率啊！因为现在我们安全的绩效越来越好，没有重伤死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点你就要明白了。好，你这个一通了就一通百通，随便他考。你工作的时候你也做得非常完善，非常完美啊。好，考试这是常考的一些小点啊，都是比较简单的，问你事故的类型，前面也考过了。经济损失是常考的，经济损失有直接有间接，随便考哪一个，逮到一个间接的，剩下的不就直接的吗？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是工作日你也会算了，加在一起就好了。然后其他的相关的统计指标，前人损失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这就明白了。最难一点就是百万工时死亡率，讲到死亡率的话也可以重伤率啊，甚至讲伤害率。打个比方，我问你百万工时伤害率怎么算？百万工时伤害率，刚才讲的是死亡率，刚才教过你轻伤率千人，你就这个就能反应得过来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从这剖开，伤害的人数除以总工时，总人数乘以250乘以8，然后整体再乘一个摊到100万。关键伤害人数怎么算呢？前面不才教过吗？伤害包括轻伤、重伤和死亡，加在一起呗。你看，这叫触类旁通，你才真的叫学到家了啊，学到家了。好，这一点希望你就明白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案例9。某储运公司，这前面我跟讲过这个案例了，我们就不再啰嗦了，我们直接看结果。导致15人死亡，36人重伤，近1万人疏散，直接损失上亿。大家问了，该起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应包括，上面没有描述，看来选项里面描述了，所以你就挑呗。毁损的财产、抢险费、救治费、这污染治理费、歇工工资，你的教过你的，你只记间接的，除此之外都是直接的。间接是什么？停产减产、环境污染、新员工，这里面有一个环境污染，答案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 So easy 啊， so easy， 希望你就明白了哈。考试方法，然后知识点怎么去学，怎么去记，然后怎么展开啊，怎么应用，全套的我都教给你了，因为我一开始就许诺了一下，培养成安全专家啊，我们说到做到。如果你不愿意配合就不愿意，那各自安好，各走各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你上过我的课就好了啊，我也不告诉你我是李老师，对吧？啊，刚才请问的就讲了啊，开个玩笑而已啊，希望你把这个给记住。好，接下来案例15。 A 公益公司发生了事故啊，3人死亡，4人重伤，29人轻伤。哎，现在就可以用到了，以前我们只关注它，因为它是够大呀，这重伤不到10啊，现在我们轻伤都可以关注，为什么？之前我们不关注它的，讲事故等于没有它，现在为什么有它？统计指标是可以用到啊，千人轻伤率是不是可以用到它？我们再来一个千人伤害率也可以用到它呀，百万公司伤害率也可以用到它，
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话对这个就敏感了，是不是加了一点点东西进来啊？就是这么回事。但这道题只讲这个了。下列事故中应列为直接经济损失的有啊，就这一堆，哪个是直接经济损失？现在你就应该会了啊。前面不是这道题做的选择题吗？做的谁来事故调查的吗？啊，他还有这一问。我们先不看后面，把这个全挑得出来，后面肯定能挑出来，后面没有这么多呀。所以我们首先看什么？看间接的。什么间接的？卸工医疗费我没有专门记住，有点印象先跟了，现场费我不管，固定成本我没注意，维修我也没注意，哎，环境污染我记住了，间接的。新员工培训费我记住了，间接的。上述的这个罚款没记住，没有，不就行了吗？除此之外都是直接的，就够了啊，够了。你就记了三个：停产、减产、环境污染、新员工培训，一切就很容易搞定。所以这个直接包括什么？环境污染去掉，新员工去掉，这个项数还少，对吧？答案肯定是逃不掉啊。所以下次这个东西你不得分就不合适了吧？啊，你考管理也要用的，也是要得分的呀。所以我们这个体系你建立好了，对你那三门课又是个反作用的去促进他们，啊，促进他们。好，案例十八，某个企业发生粉尘爆炸，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这么多，问你直接经济损失是多少钱？啊，这就很难了。为什么？你要拿计算机算，但是你先拨得出来就好了。什么叫拨？我们先看看，这个费用不是我记的。资产费用也不是我记的，医疗费用也不是我记的，抚恤费不是我记的，补助不是我记的，卸工不是我记的，停产我记了，罚款不是我记的，是不是除去掉1800万，其他都是直接的，加呗，用计算器加是多少就多少啊。注意哈，是不是去掉1800万全部都加起来啊，就把全部加起来就好了。好，你这就明白了答案是什么。所以不要死记硬背，学习有方法，考试有策略，有方式，有方法。好，第四个， A 公司出现一起事故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前面我们也用过这个案例的，对吧？十个重伤嘛，然后相关经济损失，看到这个讲这个费那个费的，肯定要考经济损失的，所以这里面就用到了，对吧？问你直接经济损失多少钱，跟刚才的考题是不是一样的啊？这就是最近的真题啊。还是一样，看关键字眼，歇工我没记，清理我没记，财产损失我没记，停产减产我记了，罚款我没记，去掉1200万，210万，其他的全加起来，对不对？不就直接了吗？所以你别说，哎呀，你今天万一考直接怎么办？反做呀，差异化记忆啊，不管他是考计算题还是考选择题都一样，只要他考这个知识点，考这个知识点，是不是加钱加起来就等于谁就谁呗？好，这个希望你明白啊，明白。好，案例29，某这个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公司，2011年。他有780人，含有劳务派遣的人数，发生了2起事故，一个重伤，两个轻伤。问你，千人重伤率，百万工时伤害率，啊，重伤率怎么算？是不是重伤人数除以总人数乘以1000？好，重伤人数不写了吗？一吗？总人数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总人数是不是780？注意看哈。是不是780还是780减150，或者780减150，或者再减3？这是它的难点，前面应该是简单。所以这里面讲了包含3人和150，它总人是780，我们是纳入管理的，前面提过劳务派遣，对吧？所以就不要减啊，不要减，直接用它。好，简单了。好，这是千人重伤，百万公司伤害一样的，对吧？伤害率，伤害包括轻伤、重伤和死亡，
所以是二加一啊，就不是某一个了。二加一除以780乘以250乘以8乘以10的60方，对不对？得到谁就是谁。所以你别以为难，这样一讲你发现都好简单，对吧？如果你觉得不简单，你就前面讲过一个笑话了，对吧？你就叫完蛋啊。注意哈，是不是就这个东西啊？就这个东西啊，考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啊，很简单的东西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各种各样的损失，看来是要考这个点了。所以问你直接经济损失、间接经济损失，这不送吗？你考一个，我只得一个分，一般打了两分。你两个一起考各两分，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。当然你错了也完蛋，一说错两个啊，这两个是相依为命的，对吧？所以在里面左右看，这我没记，这我没记，停产我记了，医疗这个我没记，这没记，没记，没记，新员工费我记了，好，出来了。间接经济损失300+1，301万，其他加在一起就直接经济损失，一下就4分，啊，一下就四分。好，千人经济损失率，哎，刚才是不是没教？但方法一样啊，是不是从这剖开？经济损失，所以是不是经济损失除以人，单位是人吗？总人，对不对？乘以1000，摊到1000损失多少嘛？啊，所以我们企业就会可以多一些统计指标，这样就更能说明一些问题，啊，更好阐述。还有，这就叫量化描述，提高我们的一些说服力，啊，或者形象都有帮助。定量比定性好吧？你不能光讲出现了一起事故，两个重伤，一个轻伤，年年都这样描述，对吧？来点统计指标，不就不一样了吗？好，这个301剩下就是那个了，经济损失不是直接间接加在一起，对吧？除以总人数乘1000，不就出来了吗？啊，通过这么些例子你还不会就没得救啊，没得救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道题。某一年发生了3起事故，企业有6000人，造成了2人死亡、3人重伤，其中一人休息了4个月，另外2人呢分别歇了130天和145天，轻伤呢55天就康复了，歇了55天。问你13年的损失工作日是不是把这些天都加在一起，2人死亡、3人重伤，3重伤一个4个月，一个145天，假如损失工作日，如果你没有我刚才传递你的理念，所以算不了啊。什么2死4个月，135天加145天等于275天，275再加55等于330天，2死4个月，330天，这叫损失工作日。你要是乱七八糟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统一度量衡，统一度量衡。好，即使这个2死线知道了6000天，12000天，12330天，4个月，这也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统计量衡把这个四个月变成天，描述就完整了。所以我们哎，注意哈，如果按月描述的话，就是30天。你别给我来，哎呀，还有28、29、30、31的，统一描述。照这样讲的话，一年工作250天，那也有变化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统计，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，是一样的，都按一个月30天，不就一样了吗？是不是还回归到那个为什么这叫一米的问题？所以你脑子要灵活，跟你讲的这个理念，对吧？你就不要抬杠啊，抬杠这边你还没反应过来，啊，没掌握好啊。好，所以3死120，再把这个加起来就行了。好，这就出来了，千人伤害率是不是也会了？伤害把死亡、重伤、轻伤加在一起，除以6000乘以1000，千人死亡率，死亡除以总人数，乘以1000，
保险公司伤害率是不是一样呢？所以现在这个你应该驾轻就熟就合适。所以损失工作日，两个是6000天，按这个统计，月就按30天统计，然后这个加在一起是多少就多少，对吧？是多少就多少。好，然后伤害率，伤害是包括轻伤、重伤、死亡的，你一定要给我注意。然后摊到1000人，然后死亡就把死亡写下来。工时，伤害率也是伤害的人数除以总工时乘以10的60方，是不一样的。你别看它多或者显得复杂，对吧？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。好，再看案例35，这个就真的叫 so easy 了，各种情况都给你讲了啊，有点感觉有点没把握的，像月呀，对吧，给你提了，然后各种变形的模式，伤害率，对吧，也给你教了。看欠人负伤率，负伤是不是属于伤害？负伤只要受伤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全部加在一起除以总人数乘1000啊？换个字眼你要能反应过来。保险公司伤害率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再花时间了啊，不再花时间了。希望你明白啊，明白。啊，所以是一样的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伤害的意思，除以总人数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好，这里面注意哈，是年度，所以这里面题目里面有一个描述挺好的，你看。5月份、8月份发生2起事故，一个结果；12月份又发生结果，一年下来是不是？我管你几起事故无所谓，重伤是不是2个？轻伤是不是4个？这个你要知道结果。几起事故我们不在乎，我们只在乎结果，跟总人数的描述。人家哎，怎么是6啊？这不是4吗？或者2吗？啊，一年的，这是年度的统计啊，一年一个统计，对吧？好，你这就明白了哈。